明日不倒陪你到老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趴。粉丝刚刚买了一个17配的禁区号，于是他就找我来试伤害，咱们就来看一看这号到底有多强。首先呢，我们单挑了三局，这三局呢单挑下来，我发现这号真的是太一般了。第一局追着他打，他说卡电力不方便 ，OK， 再打一局。第二局上来没几下他就无了，哎，你这号不行啊，弟弟号。后来我问他这号多少钱买的，他说四千，图谱234334，4000值不值？我咋感觉不值呢？就一个禁区号，配件也不高，而且我打他跟打弟弟一样，对吧？你看这一枪喷几下盾没了，然后再喷几下血又没了。哎，这号有啥好玩的？然后第三局我又把他给打败了，他就说难受，然后要说试一下伤害，看看一枪能打我多少血。这能打我多少血呀，对吧？我满血满队给你打，看看能打多少啊。那你，我擦，一枪给我秒了，一枪暴击3382，这难道就是禁区的伤害吗？我勒个去，这也太恐怖了啊！站远一点让他打。这号的配件大家已经知道，17配，然后是三阶禁区，他的这个293专研是39级。狙击手现在也太恐怖了吧，我的天哪，两枪就给我秒了。哎，小怕我也有狙啊，对吧？不行的话咱也去转个狙击手爽一爽，打打黑狙干啥的，多刺激。你们觉得这号4000值不值？我是小八，下期再见。